年中不知不觉完美胸提升翘臀，显出有效迷死人惊艳性感双 A。在巴黎，在东京，在上海，时尚名模在穿，名人明星在穿，想要性感的爱美女人都在穿。不用吃药，不用手术，只要睡觉的时候穿上它，你就能从没人注意的丑小鸭变成人人瞩目的性感天使。天哪，太方便了！哇，早晨起床明显感觉胸部变紧实了呢，睡个觉下垂的胸部居然慢慢提升了。真的才几天的功夫，外扩的胸型变得聚拢了。不要犹豫，赶快行动，加入 S 美人性感的行列吧。 S 曲线睡出来， S 美人睡睡停。来自法国的神奇睡眠内衣，三大创新突破，轻松实现丰胸翘臀终极梦想。不痛，面料超舒适。 S 美人睡睡停巧妙的将优质莱卡和新一代海洋珊瑚丝通过四维立体胶塑编织技术编织而成，看，放大1000倍，面料细腻不粗不糙，热气轻松过，不闷不潮，高弹延展有力承托，不断不破。S 美人睡睡体真是我穿过最舒服的内衣，又软又透气，睡觉的时候穿，几乎啊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特花二直接补充雌激素。S 美人睡睡体将大豆纤维巧妙编织进内衣，制成月牙松脱，通过48个生物微触突点，将天然安全的植物雌激素大豆异黄酮快速导入乳腺细胞，促进二次发育，让干瘪的胸部立刻变得圆润、翘起、集中。胸部真的变大、变挺了，偶尔啊还有点胀，就像回到16、7岁发育时的感觉，实在是太神奇了！突破三温柔速修行。通常女性在睡觉时候会解开内衣，胸部失去承托力，容易变得外扩下垂，再加上不良睡姿压迫胸部，严重阻碍胸部发育。传统内衣有拉扣、锁骨、钢圈，在睡眠时勒紧并挤压胸部是绝对不能穿着睡觉的。而神奇的 S 美人试睡品无拉扣、无锁骨、无钢圈，360度完美包裹胸部，让你穿着睡觉轻松无压迫，无论怎么动都能温柔速修行。穿了 S 美人试睡品才几天，原本外扩的胸型真的变得集中上挺了，下垂的臀部居然真的变紧变翘了，太惊喜了！曲线睡出来 ，S 美人睡睡品。你还在用什么？这不是普通的内衣，而是睡觉就能丰胸翘臀的神奇睡眠内衣，不用吃药，不用手术，立刻变身性感天使，前凸后翘，迷死人，整睡眠质量神清气爽，更加魅力无敌。曲线睡出来 ，S 美人睡睡品。S 美人试睡品具有翘臀功能的睡眠内裤，360度包裹臀型，防止臀部下垂。采用大豆纤维，通过32个生物微触突点，为身体补充雌激素，更能全方位提高女性内部机能，滋养卵巢，延缓衰老。即将采用银离子杀菌面料，吸湿杀菌，可直接贴身穿着。穿了 S 美人试睡品的女孩，前凸后翘，迷死人。身材好了，人就更自信了，胸挺了，臀翘了，低胸装、紧身裤，想穿就穿，想。录就录，快30了，没想到自己还能拥有这么好的身材，看着别人羡慕的眼光，心里别提有多美了。轻松睡一觉，拥有好身材，比美容健身的钱都省。